雨晴，雨晴，干嘛呢你？干啥了哥？没烟了，去帮我买包烟去。嗯，走。快点啊！嗯。这丫头最近怎么这么爱抽烟啊？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、啊？你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让你买包烟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啊？出车祸啊？嗯，严不严重啊？好像骨折了，还流了好多血。叫救护车了没有？啊？有没有叫救护车？有了。这样子啊，你别怕啊，你在那等一下我，我现在立刻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雨晴，雨晴，我看看，我看你上哪儿了啊？救护车呢？你上哪儿了啊？没事儿。你没事儿？嗯。你不是跟我说你骨折了吗？不是啊，俺刚搁这看热闹了。还不快点了？你怎么都让车拉走了？我看你个头啊！你下回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？啊？上车！气死我了！姐，老爸，走吧，俺可以给你做好吃的。等你做好，我都饿死了。你不看现在几点了？去外面随便吃两口。嗯，关门。给，拿着，给你买的。谢老爸。走了，回去了。老爸。啊？我们要这个。几个破娃娃有什么好要的？再说你都多大了，幼不幼稚？哎，赶紧走了，我回去还有堆事呢。快点。我车上刚好有点空啊，我想加两个当一下装饰。啊，过来，你就喜欢这个是吧？啊，那不是那行吗？开什么玩笑，你就蹲在这里准备捡就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就这个。抓一个。可能这机子有问题，这样子，要不我们换一个啊？来。好。宝宝，你能不能对准？我没对准吗？我没对准吗？啊？雨晴，雨晴，咋了，老爸？你能不能当下我老婆？啥？不是，是你假装一下我老婆。弄啥了？我一会儿有个兄弟要来，估计又是跟我借钱，他之前借我的钱就没还。这样子啊，你一会儿假装一下我老婆，帮我应付一下，行不行？俺又没有结过婚，咋帮你应付？这还不简单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一会儿就这样子、嗯、啊。Later。哎，大鹏来了，来，里面坐来，来坐啊。哎哥啊，这位是啊、哦，正准备给你介绍呢。哦、大鹏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好，你快过来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是搞笑吗？喂，行，过来。哎，大鹏啊，这是你嫂子雨晴啊，雨晴。这是我好兄弟大鹏哥啊，你啥时候结的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，哎呀，这不是你嫂子一不小心有了吗？啊，就啊啊，哥啊，今天来呢是有点小事想麻烦一下你。哎呀，咱哥俩这关系有什么麻烦的？你说，那个最近手头不太宽裕，能不能借2万给我周转一下？哦，借钱啊。行，没问题啊，我现在给你转啊。你转啥了转？再借的钱都让你给借完了。
不是你干嘛？你没看到我在跟我兄弟讲话？你跟女人插什么嘴啊你？啊，大鹏，没事，还是之前那张卡是吧？行，我先给你转啊。太专了，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这是我好兄弟，他现在有困难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啊，你给我拿过来。姓杨的，他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把钱借出去，那就跟你离婚。哎呦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给我拿过来。干嘛呢？嫂子怀孕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女人就得揍啊！你给我让开，你给我拿过来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啊？你别管他，你让他闹，离就离。哥哥，干嘛呢？不是，那啥，钱我就不见了。你不见了？对，不见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我送你，送送你。你哄你嫂子。啊，好啊，份子钱。你要什么份子钱？你要份子钱？你还啊？对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不是，你这干嘛呀？这500块钱拿着。哎，别拿回去。哎呀，补上，都是兄弟补上。哎，这样，大鹏，你要是实在想给的话，你就把我之前借的2000给我得了，就全当份子钱了啊，多一分我给你着急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好。行。那没啥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行，那你慢点啊。哎，对了，嫂子。这还要给钱给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是你干嘛呀？你拿回去。哎呀，给孩子啊，别为这事伤了胎气，拿着。行，雨晴，那你拿着吧，啊，拿着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行，我送送你啊。啊，行，大鹏，那你慢点啊。拜拜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哎，爸爸，他走了。哎，雨晴，看不出来你有两下子吗？可以啊你啊。哎，老爸给。给我干嘛呀？你拿着吧。啊，那是干啥了？你没听刚才人家说啊，给小孩的。是家的，没有小孩。我知道啊，那万一他将来有了呢？那人家不是就不用给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要给你生小孩了。哎。魏晴，来，你给我过来，来。在了，老爸。你昨天是不是在小鱼群里面抢红包来着？啊？嗯。你抢多少钱啊？还没看嘞，我先看看。多少？七千，老板你看。哎呦，你这么厉害啊，抢7000多。嗯。啊，老板你可不知道，俺昨天做的够实运了。咱抢红包的时候，左边一个88，右边一个168，可带劲儿了。像咱扭都没时间撒，这比俺当保姆还赚得多嘞，是吧？嗯，那是大家给小区流浪猫、流浪狗捐的款。你手挺快啊，啊，魏晴，两个财务都没抢过你，抢完你就退群，你可真行啊你。哎，王主任，啊，对，哎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昨天我家里小孩不懂事儿，啊，拿着我那个手机在那乱领，对，啊，这样子我一会儿给您送过来啊，好嘞，你呀，你别以为你在拖地我就不说你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你拖完地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，真是。麻烦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走吧，走啊。哎，好了，雨晴，别不开心了，不钱不都已经给人家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故意的啊。哎，那这样子，我请你吃臭豆腐，吃到饱，行不行？走，走，吃臭豆腐去。怎么了？你看这儿也没人啊。或许是包容，或许是温柔，现在吗？或许是一种海风。
箱在了吧？哎呀，我这个拉链卡住了，怎么拉拉不下来，你帮我拉一下啊。你有脸这样？你没吃饭啊？啊？哎，妈？啊，那个我欠我再玩会儿，一会儿再上来啊。你们继续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妈。拉不动。咋了，妈？啊？你熬会儿了。哎，什么呀？胡说些啥呀，妈？拉链拉不下来，我让雨欣帮忙拉拉链。之前让保姆假扮女友，老妈还不知道。哦，我还以为。你咋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啊？这没有没有，我说你下次来的时候，你天天跟我睡了，我叫司机去接你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麻烦你。啊。你跟雨欣现在怎么样了？嗯，挺好的呀。那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啥反应啊？肚子啊。哦，你说这事儿啊，这不最近我公司太忙了嘛，这是没时间。妈，你这事儿也别太着急，就是是不是？哎哎哎，妈，妈，这老太太，哇，这么丰盛啊，妈！哎呦，饿死我了都。哦，干啥？这是我给雨晴做的。那我吃什么呀？喏，你吃这个。不是吗？这人类花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，不是为了吃这个的。你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小时候饿起来连什么都吃，现在挑肥拣瘦，真不是那回事。来，雨晴，咱们吃。来，多吃点啊，别管。吃啥？嗯，怎么了？给。哎呦，我妈呢？那妈搁外头生气了。她生气？你也哄哄吧。我才不哄。你一会儿迟了去哄哄吧，听话。行吧。你先吃饭吧。啊。妈，护肤呢？哟，大老板不忙了？哎呀，不忙。哎呦妈。你这气色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这你跟我出去啊，别人都以为你是我姐。哎呀，行了行了啊，妈也仔细想了想，不该催你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啊，只要你俩好好的健健康康的，哎呀，比啥都强。还得是我妈呀。好了，妈也不常来啊，你今天不忙的话陪妈看会电视。这没问题啊，咱看电视啊。妈，这啥呀？妈妈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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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怎么了，雨晴？刚刚我来了。哦，你说什么？啊？二十万像到麻了。不是你跟我说这个是吗？那不在经过你同意吗？经过我的同意。嗯，行吧。哦，行啊，我没什么意见。那就成。啊。宝宝，咋都能在吃这的嗯。好久没吃了，突然想吃这个，就帮我接杯水去。嗯，来。嗯。在桌上吃，你在这吃一样的。你没事，你出去吧。嗯。啊。哎呦，呛死我了。哎，雨晴，我吃饱了。啊。现在忙呢，还有什么事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洗兔，你就拿这个洗啊。嗯，我还能洗到嘞。怪不得你头痒。来来，过来。谢谢老板。哎，没事。你洗头都洗了，要不你顺便洗个澡呗。行。啊。愣干嘛？快洗啊。老板，要不你先出去。
对对对，对。小爱同学，我在。来首浪漫点的音乐。好的，一起来听甜美歌曲。嗯。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我在。什么呀？这是，别放了，别放了。好的，老板。哎，写完了就行。嗯，那刚刚的头发变多了。那肯定啊，他有那个护齿离子蓬松技术，就是能让那个头发变得蓬蓬的。以后你就用这个洗就好了。哎，中。啊，你咋还没去上班了？嗯，我一会儿再去。哈。行。嗯。哎，雨晴。嗯。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说你想当啊，准备好吧。东哥你看这什么呀？三楼邻居他搬走了，把他家猫给俺了，俺现在当妈了，你说咱给他起个啥名？你从哪拿的？送回哪去？听到没有？我不管你爱送给谁，送给谁，快点儿！动物是动物园呢，真是。那爹不要你，我给你找个爹。哦，哎，雨香。啊。你在左边。嗯。你拿都拿回来了，那你就养着吧。别了吧。嗯。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。